要每次拍拍拍拍子。买五月桃，杜妈妈。妈妈。嘿，这个收音好嘞，这个麦克风。现在买多少钱的？这个。这个800多块，加这个刚好1000。麦克风嘛，这圆圆这个猫哥。呀，是个礼物。这里妹。你先拿搞外，杜妈妈的桃子。当时没有卖我，他要我说没有卖我，我要做荔枝酒，不行，那个班长赶快拿。他怎么跟班长很好看的？啊，他跟他班长很好。不要给他。吃红素啊，我觉得这种比较好吃，我不喜欢吃太酸的。红肉是酸的嘛，哈。红肉你要等很红，紫色也是很漂亮。电池有吃吗？我觉得他喜欢红色。他来的时候还没有呢。哦，是的。什么叫樱桃？对。他还没有刚。开始采了，结果被蜜蜂叮了，不知道早上还正走呢。某个好快失格，啊啊啊啊！什么歌？你走了吗？啊！里面拿巴力很多哦。是啊。哎，这里有巴力都没有嘞，全部卖巴力的，实力不是的，没有。Indiana Harvard, a Midwest someday.